木筏穷的148天，昨天我意外发现龙岛的山洞内另有出口，而那一边竟然是一望无际的荒漠。根据种种迹象表明，秀妹子很可能逃往了荒漠。现在的我正在紧张的筹备中，准备进入荒漠继续寻找和救援秀妹子。沙漠里最缺的就是水了，我需要多准备一些，先拿一些材料出来。淡水净化器得多建造几个出来，需要木板、棕榈叶和塑料。依次摆开，全力加工海水。还有，这次进入荒漠，也不知道生存条件有多难，木筏上吃的也要全部带上。田里的菜全部收获带走，摘。还有之前钓的海鱼还剩有一些，都烤熟了带上它们。就剩最后一个蘑菇了，我是吃还是不吃啊？哎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海边啊？这片沙漠怎么这么大？走了这么久，别说人影，连个老鼠的影子都没看见，真是个鸟都不拉屎的鬼地方。我该怎么办啊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谁来救救我啊？热死我了，渴死我了。前面有块大石头，过去休息一下再走吧。这个洞口离地面还是挺高的，也不知道秀妹子当时是怎么下去的。我需要顺着这个峭壁慢慢的滑下去。哦，嘿 ，OK。真是热呀！前方的沙漠被烈日炙烤，升腾着一股股的热浪。站在这边缘，让我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木筏上所有能带的、吃的、喝的和一些用的资源我都背上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为了秀妹子，走进荒漠。勇敢地向前走，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大漠的却恐惧，我能找到答案。我就咬一小口。等等，不行，这个蘑菇也难以解决我现在的危机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把希望寄托于你。这蘑菇长得酷似一个箭头，我把它放在这里，指向我前进的方向。倘若这里真的有其他人，相信看见蘑菇肯定会奇怪，也会知道这是有人放置的求救信号啊。小蘑菇，你不要辜负我的希望呀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